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是曹晴真。今天在早会当中上就提到，期待每一个人都以一颗最戒慎虔诚的心祈求天下无灾无难，而之所以呢会如此的语重心长，无非是看到近日来整个世界社会的消息，而其中近日哦，大家哦，尤其是在台湾的人民们最关心的无非就是 H7N9 的疫情哦。因为在4月24号呢，中央防疫指挥中心哦也证实了在台湾的第一例哦确诊的案例，而目前呢这位病患呢是在台大医院接受治疗当中。而非常巧合的是，4月24号，十年前的今天哦，2003年，也正是台湾 SARS 发生的日子哦。当初呢，就在这一天，台北的和平医院因为爆发了 SARS 呢，而产生了这样子一个封院的一个动作。历史的巧合，其实无非是希望提醒人人哦，在戒慎虔诚之余呢，更要用心的祈祷。而呢，在这样子一波防疫的工作即将展开之际呢，上在早会当中也提醒到，希望人人透过历史这样子一个宝贵的经验呢，来到现在能得到借鉴，而更重要的是，人人呢都要能够把握当下，每一个人都要以一颗戒慎虔诚的心，共同来防疫，还有面对生活。接下来就恭敬聆听上开始。台湾啊，因为曾经呢。十年前，那也是，这个 SARS 哈，2003年的 SARS， 刚好也是4月24日这一天呢发现的，那也是呢很紧急的和平医院呐，就是这一天。鸿雁起来，那许多人啊，不管是去探访病人的，还有医护，都是呢不能再出来咯，都呢都统统呢关在医院里面，不能进，更不能出。在这一段时间呐，慈济人好几个月呢，为了我们整个社会啊，要提防这个 SARS 哈，所以啊，不能出来的，有进过医院的，已经回家的，那多少时间内不能出外的，都被封锁在家庭里哈，慈济人呐，还是要提起了帮助他们送餐买东西的这种整片社会，同时呢，也在推动啊素食。那一年呐，再回顾过来呢，这样的记忆很新。那这一波呢，我们也都要提高警觉，要虔诚祈祷。上提到希望人人能够提高警觉，虔诚祈祷，而也回想过去，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慈济人温馨付出的身影。而同样是呢让大家感受到温馨的呢，就是在美国，大家或许呢还有印象，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美国爆发了这个非常严重的桑迪的飓风，而当时呢对于纽约这个地方呢造成非常严重的创伤哦。然而因为呢所有慈济人的爱走入了灾区，给予当地的人民哦第一时间呢及时的心灵的抚慰，还有物资的提供。而近日呢，在美国的纽约呢，就举办了这样子一个桑迪飓风赈灾的照片展哦，分别呢是在呢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呢，为期呢2个礼拜的参展。而这样子一个展览呢，也移师到了这个纽约州议会大楼哦。
期待透过这样子一个影片哦，其实呢，除了传达哦这样子一个天灾的威力，要提醒人人以外，而更重要的是，也要让大家了解，即使天灾无情呢，但是人间有爱，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温暖充满在其中。而接下来我们要透过以下的这则报道，带大家实际的走进这个州议会，可以看到人人用那一颗虔诚的心，彼此祝福还有祈祷。在纽约州议会开始前，慈济纽约分会执行长张继舵受邀发表演说，并且以中文念出慈济祈祷词，用佛教的方式带领大众祈祷，祈求天下无灾无难，岁岁年年，阿弥陀佛。The Buddhist Duchi Foundation, $10 million was raised for.州议员迪亚兹也在会后颁奖，表扬慈济在桑迪风灾期间赈灾的努力，而曾经获得慈济帮助的灾区议员也一同出席桑迪风灾照片展。These disasters are not going to go away. The force of nature is powerful, and we saw the contribution, the dedication, and the commitment by the force of nature of human beings helping out each other. And so this exhibit let us remind ourselves that we are all our brother's keeper. I thank you for the awareness. I also thank you for your great your wisdom and your ability to work with our communities and giving and your heart, your soul, your money.It's a message for all of us that no matter how little we have, we all can afford to give something to people who are less fortunate than we are. 那我们也借由这个机会，在这里特别举办了桑迪照片的回顾展，让更多的具有影响力的主流人士能够了解，然后去影响更多人，来净化人心。桑迪风灾赈灾照片展在纽约州议会展出一天后，将移师到波士顿，号召更多人的善心善念。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爱的氛围呢，在美国已经逐渐的带动了起来。而美国白宫呢，为了感恩哦，在桑迪飓风期间，这样子呢，许多人呢见义勇为的一个人道精神哦，在昨天也举办了杰出领袖奖。在这一次的这样子一个杰出领袖奖当中呢，有17个团体还有个人获奖，而慈济基金会是唯一一个呢宗教团体呢接受表扬的。在昨天呢表扬大会的现场哦，其实呢让慈济人更感动的是，看到当中呢有几位获奖的个人呢曾经呢也领过慈济的现职卡，而呢他们呢实际呢从自己呢原先是受灾户的这样子一个身份，转身而为手心向下帮助别人的志工身份，更让我们感受到这样子一份爱是不断的循环与付出的。因此呢，今天早会当中，上也提到了，在过去5个月当中呢，慈济人在美国的付出，从当初呢第一时间进入灾区呢，到提供的热食、现纸卡，还有物资等等的发放，一路走来，爱仍旧没有间断，就是希望这样子一股暖流能够持续的在人间当中循环。接下来就恭敬聆听上人开示。在美国呢，这去年的10月底哈，那就是这种山地台风啊，造成了美东的很大的灾难呐、啊。慈济人呐、啊，在他们的29号的祭轰，我们30号呢开始呢就。动员到了难民呢，收容所啊，去发放这个毛毯呐、啊，那同时呢，也供应热食。那个时候呢，大纽约区啊都没有电呐、啊，那么要供应餐食呢，都是。在摸黑中啊，那点蜡烛啊，用手电筒啊，这样完成啊，热死哈、哦，那小腾腾的这个便当给他们哈、哦，那这都是慈济人一连串到现在呢，超过5个月的啦。
刚刚呢，我们画面上所看到的呢，是白宫邀了慈济人，还有呢这一次的美东的灾难呐、啊，社会人士呢能创造了这种的社会风气，还有呢发挥爱心的哈、哦，他们就是表扬啊。颁奖哦，慈济啊，有六位呢被邀到白宫去啦。同时呢，他们还在议会大楼里呢，就是办起了这样的展示哈、哦，就是美东这一波灾难的慈济的静态展，好。在这个地方呢，开始展哈、哦。那么，季舵啊，就是纽约的负责人，他呢也被邀在那里，还没有开始之前呢、啊，在这个议长他们呢就邀我们的季舵哈、哦，就说能不能呢，请用慈济的祈祷方式来带动全场呢，做一个祈祷。那不只是在做祈祷之前呢，祭舵呢还把《无量义经》的精髓啊跟大家做分享哦，同时呢也是也收起了。我们呢这样的竹筒岁月，所以呢跟大家来分享慈济起源呐、啊，这都是啊这一次他们被邀的，还有呢在这种大楼里哈、哦、展示啦、啊，用相片来展示哈、哦、啊，大家去参观呐、啊，居民呢也认为说这样的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认为啊，有的人呐、啊，就是灾难过后呢，就忘掉了啦。要提醒人人呢，提高警觉哈、哦。那天灾就是这样无情，人类呢有这样的爱呀、啊，要提高人人呐、啊，要有这样的记忆感恩呐、啊。上提到希望呢能够提醒人人，而更重要的是这样子一份爱能够持续。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的这个桑迪飓风呢已经进入中长期的这个阶段了、哦、而目前展开的呢是当地第一次以工代赈的计划，预计呢为期六个月。在以工代赈计划当中可以看到许多原先是受灾的居民哦，然而透过这样子一个计划邀请他们加入慈济成为志工呢，而跟着慈济志工一起走入社区进行访视的工作，利用他们呢对当地地缘的了解，还有语言的熟悉，能够更深入居民，而且能够了解更需要被帮助的人。而在就在这样子的访视过程当中呢，也有呢当地的这个居民哦提报呢他们需要被帮助的人，透过慈济人的访视哦，把这样子一份爱呢带入他的家中，也给他呢原本无助的心有了坚实的依靠。而这样子一份依靠呢，更让他哦转而为手心向下的人，一起响应竹筒岁月。今天早会当中上人提到的这一位呢，我们的感恩户甄哦女士呢，就是这样子一个感恩心，由她的改变而加入了慈济。接下来就恭敬聆听上人开示。另外呢，有一位叫做甄，好、哦，这一位呢，他是非法居民，又没有工作啊，那租房屋啊。那也都是呢，不敢去找工作，也没有工作，他只好呢，就是乞讨来生活哦。那后来他的，房东啊，看到他这样很可怜，把这样个案呢介绍给慈济，慈济呢去访问他哦，那
他以为说又是一群人来谈一谈而已的，没想到真的给他这样现磁卡哈啊那样的爱呀、啊，还跟他提起了这种竹筒碎叶的，他就赶快呢去找啊，找出了他受灾的时候呢能再找回来的一个小铜板哦，那这个小铜板呢泡过了这样的海水，因为他们都在海边嘛，所以呢这个小铜板呢已经啊生锈，他赶快去洗呀、啊、洗呀、啊、洗干净拿来呢，就是他也可以当成啊一滴呢永不干枯掉的水，他也要煎出来哈，这都是呢我们要如何来协助呢这一群哈啊，他让他们在苦难中呢也得到了心灵的舒畅哈，所以我们给他的现磁卡，给他的物资哈啊，毛毯等等啊，生活包啊等等那。让他呢也启发这一份爱心、哦、他仅有的一个抢回来的一毛钱、哦、已经轻生锈了，他洗一洗也虔诚的捐、哦、那当然慈济人给的是很多啦，他捐的只有这一点，可是他开心欢喜，慈济人跟他说这就是可以帮助很多人的一滴水，他很开心啊。哪有一位呢慈济人问真啊，问这一位说你已经那么穷你还要帮助人啊，那他说啊这个帮助人啊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哦、所以啊人穷能帮助人呢就是很欢喜的事。而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人间有爱的温馨画面，除了在美国以外呢，其实呢在近日的发生大地震的四川也可以看到，四川呢4月20号发生了规模7的大地震，而就在昨天呢四川的宜宾呢也传出了3起地震了，最大规模是4.8，目前得到的消息呢是有造成了大概20多人的这样一个受伤的状况，那也有4000多户的房屋倒塌，然而详细的这个灾情呢还在了解当中。而我们回到呢是在庐山的这个大地震哦，慈济志工呢从4月20号呢第一时间呢就抵达了雅安，除了呢先关心呢我们在雅安援建的明山一中还有前进小学2所学校的师生，在接获呢这个能够进入灾区的消息之后呢，也到了邛崃市哦这一个重灾区哦，开始进行我们的关怀。而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呢是慈济在当地设立的安心站，非常多的孩子原先是呢在这个地震的阴影之下，然而透过安心站不论是用画画说故事或是跟着志工一起唱唱跳跳，让他们的心呢都豁然开朗了起来。因此上就提到了虽然天灾威力很大，然而只要人人的爱心汇合也能够有一股爱的大力量。接下来就恭敬聆听上人开示。看到了在庐山里啊，远远听到了很欢乐 的一个歌声、哦、那他大家呢就看了、啊、哇这个红色的帐篷底下呢看到了一群人，就是孩子们呐、啊，快乐在那里呢，唱着小太阳的微笑。他看到了啊，这个他有这样的人呐、啊，就在那里说哈、哦，他说哦，
这个哥们呐、啊，那怎么会有这样跟孩子那样有兴趣呢？在那里呢，玩得那样快乐啊！哦，而且呢，个子那么高啊，190公分以上哦，这么大个儿啊，啊，穿得那样的体面呐、啊，啊，为什么呢？会跟孩子呢啊玩得那样的快乐啊？就有人就说啊。就说你不懂就不要乱说，他是打从呢台湾呐、啊、慈济慈善基金会呢，可是一位心理治疗专家哈、哦，那等等呢、啊，他就帮我们慈济人来介绍哈、哦、这一群人呐、啊，他所以啊看到了孩子有些。家长在旁边看到了孩子呢，好几天都吓得呢，哭啊，那笑不出来的脸。那有一位妈妈在旁边看了也跟着笑。有记者啊去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开心？”他说：“久违了我的孩子的脸上的笑容，看到了孩子们那的笑啊，所以呢，他也不由自己的快乐起来。虽然都是受灾了，可是呢，孩子笑，母亲也会笑啦，这样的安慰了当地，这都是慈济人呐、啊，在庐山里呢的慈啦，彻夜把这个物资呢运到花放啊，当地受灾灾民呢也及时动员来搬运呐、啊。一直呢，邂逅呢，一直呢，从8点多一直到12点多，全村的人大家呢来帮忙哈、哦，邂逅哈、哦，那这种的和和互协啦，啊，及时的物资供应，同时呢，安抚啦这一群呢，灾民的心啊，孩子安好了，父母就安心了哈。有人还问我们这一群呢，快乐的慈济人哈，那样的这么多天呐，啊，你彻夜的哈，都是不眠不休的做，白天还要呢这样的活泼带动，问他们说。啊，你回家已经那个多久？那从花就回答他说：“他说孩子需要我们多久，我们就陪到多久。当然了、啊，这一波呢，四川的还有邛崃的，我们都很及时去付出。看到了，天灾虽然呐、啊、是很威力很大，可是呢。”爱心人人和和起来，力量呢也很大。上人不断的提及哦，人人的爱心呢，其实呢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而是需要我发自内心的被启发。因此呢，虽然天灾的威力很大，然而只要多一分爱，多一分福，那么世界就会少一分灾难。因此呢，在这样子一个时刻里面，其实更需要人人的是相互的启发，相互的鼓励，借圣虔诚，共同祈祷天下无灾无难。今天的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见。